我们这个了不起的孩子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节目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一对孩子来自日本，神奈川县。现在有请神保俊介、神保虎之介。哇哦 ，fantastic！学了一句龙爷爷，龙爷爷请坐，都坐。会不会说中文啊？不会的。有翻译吗？请坐。可以。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西田智美，请多多关照。介绍一下两个小朋友。神保虎之介です。日本から来ました神保俊介です。好きな食べ物は餃子です。水饺。问题是我们有人问他爱吃什么了吗？爱吃水饺。他呢？ I have a pen. A tulip. I have a pen. I have an apple. Apple pen. 三个加油。你让人家表演好不好？ I'm pineapple, apple pen。 他们来自神奈川县，神奈川县有一个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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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名的开大屏，来自他们家乡的实景和动画。刘川枫，我爱你。刘川枫，我爱你。你最喜欢的是谁啊？刘川枫啊，刘川枫。来问问两个孩子，看他们喜欢看《灌篮高手》这个动画吗？《Slam Dunk》知りません。どうして？你上几年级啊？这个。一。六年生です。作业多吗？多くはないけど難しい。你跟女同学去研究功课的时候，也会带着她吗？那么夸张。弟弟先出来否认了，没有没有没有带过。他肯定说我不碍事，我不碍。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块练车的？6岁。4岁。我六岁。5岁。你们玩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受过伤？あります。看你看，胳膊这儿摔的。为什么这样子继续坚持下去？就是啊。なんですか？好きだから。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啊。哎，你们参加过一些哪些比赛？どんな試合？まあいろんな試合。得过哪些奖？哦。看，他得的奖状。哇，这都是。谁得的比较多啊？もう俺の方が。哥哥得的多。啊。你想不想哪一天超过他？你们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表演，我看到你们骑着车出来的。まあ自転車飛んだり回ったり。接下来就是兄弟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。走吧，一起去看。
我喜欢看这个弟弟，这个弟弟特别像只小猴子，而且他这么小一个，对，那个脚踏车也那么小一个。小孩，怎么了？我过去，我过去看一下。すごい！すごい！他之前都能做成功的。做得很好，好，让他喘一下，让他情绪发泄一下。我们想看你变得更厉害。你想不想哪一天超过他？兄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，我们看到非常精彩，尤其是弟弟，他有两个动作没有完成，自己很难过，很内疚，但是他最后还是把这个动作完成了，而且非常勇敢。我们把所有人把掌声送给弟弟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请依林和妍希为两个小朋友颁奖，来，两个小朋友颁吧。锲而不舍的必胜决心，进退与共的兄弟深情，以坚持与勇气驾驭速度激情，他们就是 BMX 兄弟，神宝俊介，神宝虎之介。妍希是第一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对，看了今天所有的录制，你对哪一对小朋友印象最深？刚刚这一对兄弟，其实我看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，差着五岁，共同成长，这种感觉特别好。喜欢我们节目吗？喜欢，非常喜欢，希望有机会再来。好，来，我们也掌声送给陈妍希，谢谢妍希，谢谢谢谢。